是白鱼。我们来看一下五月二号的运势对十二星座的影响。最幸运的星座第一名处女座，今天你想要的对方都可以十足的支持你，因为你跟他们的想法很像，让别人想要完全的支持你，感觉一切都如虎添翼，不管成就的是事业还是自己，都很幸运的可以达成哦。第二名金牛座，你想要赚钱，今天就有人帮你了，你有一些需要的，今天就有人很可以看得到，你今天的人缘很好，也能够让你遇到一见倾心的人哦。第三名射手座，你可以满足自己很想要做的事情，这是你今天很幸运的，有人会支持你的想法，平常不敢追求的不敢做的，就在今天全部被看到了，而且大家都很愿意支持你。接下来需要努力的星座第一名双子座，今天你可能觉得自己的专业表现上没有很好，总是拿捏不到那一份感觉，可能是你有些想法改变了，但是自己还没有觉察到，不如先调整自己的想法，能够帮助你把事情做得更好哦。第二名水瓶座，今天在花钱的方面就省一点吧，如果毫无顾忌的去花钱，你就很可能很难完成你想做的事情，自己的存款啊财务啊还是要去管理一下，把必须花的钱罗列出来，以免需要的时候口袋空空哦。第三名天秤座，书到用时方恨少，今天你特别有这样的感触，上次如果多学一点什么，今天可能就用得到啊，如果平常多做一点努力，今天就不至于这样啊，你就会有这样的想法，建议为了避免像今天这样的状况，平常还是要多做一点准备，在关键的时刻你就可以发挥你的影响力了。今天我们还是一起加油吧。